那早上大家很慈悲啊，又精进啊，我们继续奋斗啊，跟我念，为生死奋斗，为生死奋斗，好不好？今天来的人都知道生死啊，知道生死的痛苦，所以才会来啊。啊，那外面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死，也不晓得什么叫做生死的痛苦啊，因为无明啊，因为不了解佛法，因为不了解我跟众生的关系，我跟天地鬼神的关系，我跟法界一体的关系啊，所以迷失掉啦，以为眼睛看到的是真的，以为手摸的是真的，以为耳朵听到的是实在的，这些是虚幻的，会变化的，他们却不知道啊。啊，但是我们学佛的人都了解，六道确实存在，不然人死干嘛要超度，有没有？啊，大家去思维这件事情。很多人他们学佛，那他是观念处在民间信仰，那吃肉跟着吃肉，上班跟着上班，啊，打麻将跟着打麻将，看电影跟着看电影，啊，一天过一天。但是父母死亡，但是家属死亡，啊，他却找师父诵经啊，找藏医社啊，啊，然后要超度啊，要让他一路好走啊。但是这个时间很短暂的，这个时间很短暂，几个礼拜而已啊，死到告别式送出去，我看不到一个月，他又恢复原来的样子，有没有？大家去思考一下。那你了解要超度要诵经，那这个事情时间很短，但是过了又忘记了，浑然忘我了。为什么要超度？因为让他好走啊，啊，让他去好的地方啊。那这个观念就知道有六道轮回了。但是有六道轮回只停在这几天而已啊，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要不断的思维生命的痛苦，那你才会进步，心灵才会成长，肉体才会改变，你的法身慧命才会提升。所以今天各位了解生死的痛苦啊，所以我们来消灭消除生命的痛苦，所以来受八关斋戒啊。生命有什么痛苦？因为有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没这个身体就没有什么痛苦了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的痛苦？因为有身啊。啊，跟我念，身为众苦所逼。为众苦所逼。身为众苦所依。身为众苦所依。对啊，这个身体啊是一切痛苦所依附的，没这个身体就不会有老，就不会有病，更不会有死的问题啊。所以各位到哪个阶段自己知道了啊，老了开始退化了啊，佛法就是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告诉你真实相，不然会忘记啊，提醒你卖个假，卖个假吧啊，你看你那个病越来越像假哦啊，卖个假，吃牛肉哦！啊，你看你愈吃愈戆啊哦！啊，卖个假牛肉哦，你要死啊哦！真实相告诉你，然后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可以看看周遭的人，啊，开餐厅的、杀业的、屠宰的、卖肉的，现在如何？啊，现在好，十年过后怎么样？二十年过后又如何？啊，我问各位就好了，杀生的行业，啊，二十年过后，啊，你们有看过了？后阿拜，后阿秀，
好的野手，坏的野手，啊，大部分都不好啊。啊，说怪谁啊？师父，那我怎么讨生活啊？怎么办？行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讨生活啊，行行都可以赚钱啊，为什么要选择众生的生命来让我们的身体存活呢？啊，这个是啊不划算的啊，所以老大家都了解了啊，你会偷摸你的牙手，懒得举手，不看牙手呀。你的头发是懒得举手，对，很多啦，不用担心啦，啊，师父也是白头发啦，只是师父出家了，不会让你们看到白头发的，不然我也是头发是懒的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去了解，看看佛陀，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到达什么样的阶段，啊，应当有很多人学佛之后。内心会有恐惧，恐惧是什么？哇，怎么变化太大了吧？啊，前天才是小时候而已呢。啊，那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周遭的人都一个一个不见了，父母往生啊，阿公不在啦，姐姐住院啊。啊，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很伟大的父亲，他的。伟大在哪里？本来家庭都幸福美满，然后他是个公司的主管，啊，然后赚了一点钱，然后时间的变化，三个小孩子都很孝顺，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，他的大女儿啊出车祸，啊，然后头好像不太灵活，好像变植物人，那这个二儿子呢？二儿子啊，好像国中的时候就发烧，小孩打个拜一样。那第三个女儿也一样啊。啊，不晓得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啊，那受到刺激啊，然后他们三个小孩子都是成为身心障碍的人啊，他爸爸不得不。辞掉他的工作，全心照顾这三个小孩啊，然后家里面就啊开了这个洗车厂啊，然后他爸爸讲了一句话啊，我慢慢老了啊，怎么办啊，我这个三个小孩子啊以后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子啊，养一个身心障碍的人家里面就很辛苦了，更何况是两个，更何况是三个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不正常了，你养三个正常的人就动不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少，少子化了，大家听明没有？啊，所以这个生命的真相，大家不断的去思维，我们来这个人世间要干嘛？我们要做什么？啊，不要白来啊！啊，人都是这样子的，人到死的时候啊，啊，他才会去了解，啊，原来这个世间是假的，世间是虚幻的，梦一场。可是，哎，湖北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啊！啊，所以你平常无缘无故去跟人家讲这个，他听不进去了。你要等他生病的时候，你要等他爸爸妈妈要死的时候。你要等到家庭有变故的时候，啊，然后就给予一点点佛法，那各位都是大善根呐，啊，大家都了解这些道理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？啊，各位念舍弃今生，追求来世，追求来世有没有啊？这个世间很短暂的嘞，啊，这几天好像啊，我们台湾啊，好像还有日本，还有哪里？有三个人36岁都往生了，有没有？你都看吧，日本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不是无常是什么？啊，然后之前网络上还有在报道，有一个亿万富翁，啊，一个老菩萨，
七八十岁了，啊，他得癌症，啊，但是他不得不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接受治疗，他都自己自拍啊，自拍啊，这个网络上应该都有传自拍啊，啊，他家很华丽的，这沙发好几万呢、哦，啊，那浴缸是黄金做的，哦，弄得身他们家的东西家具等等加起来就好几亿了，他都自拍啊，他都说，哇，我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治疗，我舍不得这些东西啊，啊，我这一次去了之后，我不晓得还可不可以回来啊。啊，他就在那边说说以前的事情啊，他现在如何，他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人生的真相啊，啊，所以佛陀也告诉我们了、啊、那、啊、我们做人出生就一直被这个四个巨大的石头啊被压迫过来，四面，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东南西北慢慢的压迫过来，压迫过来，到最后你就被这个石头压死了，喘不过气来了，断气了。这四个石头是什么呢？给我念：生老病死。对啊，啊，那这个国王说：佛啊，那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石头问题？佛陀就说啊，有啊，但是世间人都不做的啦。啊，佛陀说啊。啊，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啊，佛陀说修道，啊，就修福报积功德，这个可以带到下辈子去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啊，所以各位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了，啊，但是不断不断的重复，啊，像我自己就学印光大师啊，啊，印光大师在他的房间里面贴什么字？死字啊！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的门口也是写一个死字啊！啊，战乐，你存无偌久的时间啊？你要死啊！啊！如果你们家都有学佛，啊，早上起来不要在那边讲，哎，搞啥？不要这样子，你要死啊！看到你要死啊！看到你立马要死啊！我买不起，大家拢要死啊！会不会精进啊？会不会？搞造什么意义？搞造，今来吃，来吃斋戒哦，不是这样子。你要死啊？紧的哦，来修八卦斋戒哦，好不好？这样才有意义啊！那一针见血啊！啊，所以贴个死字，贴个病字，你怎么样？那思考、行为、做。对我们修行有帮助的，自己去想啊！啊，我贴个死字对我有帮助啊！啊，那你贴个生病的，有些人得癌症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写个病，啊，不然就写个地狱，啊，你每天看哦，你看到地狱，你赶快念佛啊！什么叫做佛法？对治痛苦的方法就叫做佛法。什么叫做佛法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叫做佛法。啊，所以各位不但有善根，我们还要把这个善根增长，还要延续，还要把我们的善根用在佛法上面，还要把我们的善根跟众生分享，好不好、啊、所以人六道为首，人是最殊胜的啊，所以我们再复习一遍，人有什么功德呢？跟我念：人有八义，人有八殊胜无比，殊胜无比，聪明故，聪明为圣故，为圣义为细故，义为心故，正觉故，正觉智慧真上故，智慧真上能分别虚实故，能分别虚实故，圣道正气故，圣道正气故，聪慧业所生故，聪慧业所生故。第一个聪明故，什么叫做聪明呢？啊，人知道怎么过好生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人知道啊，我要买车子啊，我要买房子啊，啊，我要吃好东西啊，啊，水，白开水跟汽水，我要喝汽水啊，啊，摩托车，我要买125的啊，啊，
跟其他众生是不一样的啊，知道怎么让自己过好生活，越来越好。那动物会不会这样子？最有聪明的动物是谁？猩猩啊，对不对？猩猩它啊，所有动物当中它是最有聪明的啊。它怎么说呢？你只要给我一个地方，你只要让我有东西吃啊，然后让我有地方住就好了，其他我不管了。啊，第二个为圣故，这边讲的为圣，六道当中最为殊胜就是人道。为什么？人为下三恶道、生三善道的关键。人有知情意、知识、聪明、情感情。啊，那动物呢？动物有些都乱来乱伦啊，啊，那只有人道可以修行，只有人道可以忏悔，只有人道可以帮助其他动物道啊。所以你是最殊胜的，但是如果你不修行，那你就成为堕落三恶道的助缘。第三个，意为系故，我们会去思维十年后要干嘛，我们会去思维死了之后要干嘛啊，我们会存钱啊，啊，那我们会有打算啊。那动物是没打算的，有一餐就有吃一餐呢、啊，啊，他想的很短暂呢、啊，啊，所以各位今天来参加八关斋戒，你们想的很远呐、啊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想的很远呢、啊，啊，像我就想的很远呢、啊，啊，我为我生生世世铺路了，啊，因为我想的很远呢、啊，所以我八关斋戒我很珍惜啊。因为我想得很远啊，所以我八关斋戒都带各位发愿，有没有？想远远啊，啊，我要续这辈子累积福报功德力量，带到下辈子去。我要让自己更有力量，我要用我的身体啊来弘扬佛法，用我的身体啊来为佛陀做事，用我的身体来服务众生啊。我想得很远啊，啊，所以意为系故。第四个正觉故，人会觉悟的啊。啊，你像那个好吃的香蕉，要抓猴子太简单了。猴子就是你拿东西给它吃，啊，你放在他们印尼很多地方抓猴子是这样子的，拿猴子喜欢吃的东西啊，然后猴子去抓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抓着不放啊。啊，他只要放掉，啊，他就可以跑了。东西抓都不放，还挖野挖野挖野，啊，那猎人就看到这个猴子的弱点，他抓的东西不放，他就给他抓起来了。啊，那正觉故，我们自己会去思维，啊，我们的苦什么造成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不敢再去碰这个东西啊，不要再杀生啊。不要再偷盗了，啊，我们会去思维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我们知道贪嗔痴对我们不好啊，我们知道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啊。正觉啊，会去思维佛陀讲的，我们再去思维，啊，那就成为我们身心世界里面的东西啊。第五个智慧真善故，所以因为你有正觉。那你就会越来越有智慧啊！你去思维，哇，吃肉会生病呢，哇，杀生会痛苦呢，正觉故。那正觉故之后呢，智慧是真实下去做了，啊，那我不要再吃了，打死我永远都不要再吃了。啊，你像我，哎，出家很好嘞，那我生生世世我就发愿要出家了，是不是？各位，那你觉得吃素好，各位有没有发愿生生世世成愿再来吃素？有没有？有啊，智慧啦，智慧真上啊。所以讲什么叫做智慧？各位念，戒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戒。智慧就是戒。所以各位，你的智慧有没有真上啊？有啊。念佛念佛好啊，
啊，念佛可以去除贪嗔痴啊，念佛可以消除灾难啊，啊，那你会不会一天没念佛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，你眼睛打开有念佛的举手。你透早起来先，目睭拍开了，有念佛的有两手。你别讲目睭拍开，进来变数，哇，差真多啊！啊，那我已经练习到这样，我眼睛打开就念观世音菩萨了。我睡觉的时候就念观世音菩萨，智慧增上啊！我有佛法，其他都是假的啊！念佛智慧，第六个人别虚真实故，这个世间有三个假象，哪三个假象？大家跟我念：是因成假、相续假、对待假。对待假。什么叫做是因成假？因缘和合存在的都是假象。这个身体是不是假的？地水火风啊，家庭是不是假的？是啊，家庭是因为你跟你先生啊，无名啊，在一起啊，30年后、40年后、50年后，房子还在，人嘞，去哪里了？不知道啊，去上面啊，不知道啊，有些去下面啊，去哪里不知道啊？啊，但是各位，你死了去哪里？你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你知道生死啊，啊，你知道生怎么来的，你知道死了要去哪里啊，啊，众生没学佛，众生没听经闻法，不知道啊，啊，所以因缘的和合存在的都是假的，啊，我们也是今天法会，啊，然后晚上6-7点结束，这边就大家都回去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假的。但是这个假的当中，我们借假修真啊，这个身体是假的啊，但是念佛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身体是假的，但是你修福福报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身体是假的，你今天受八万大劫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啊，所以以假修真，所以以这个生灭法追求不生不灭，是因成假，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。只要在变化都是假的啊，各位就了解了啊。然后呢，相续假，什么叫做相续假？人家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，人家杨兄拜拜你也杨兄拜拜啊，你拜什么意思不知道啊。以前问妈妈，以前问阿公，阿公杨兄要怎样啊，现在人不知道拜了啊，都是被人家这样讲。那我们学佛才知道，哦，香是代表戒律哦，哦，水代表清净哦，哦，灯代表智慧哦。如果没学佛，各位知道这些吗？不知道啊。啊，那这边讲的相续假是痛苦的。啊，很多很多这些宫庙啊，王爷生日啊，还是三峡亲嘴祖师啊。没中奖，台地公啊，对不对？有无？有去参加无？啊，肉吃去啊，拢讲无参加啦。啊，像以前小时候都跟着妈妈去啊，亲嘴子哦，到地那多少钱？赛猪公哦，第一名嘞，哇，无简单嘞，得第一个来拍个呀嘞，啊，直直来看哦，啊，那夹什么？啊，夹干嘛没中啊？第二只干嘛呀？没什么意思嘛，不知啊，我也忘记了，为什么夹干嘛？啊，所以这个会造成痛苦的啊。那众生不知道，又以为好玩，上面以前就这样传下来的啊，那传下来把我们害死了啊。相续假啊，癌症要吃牛肉啊，啊，然后身体不好要喝鸡汤啊，啊，吃眼睛补眼睛啊，吃肝补肝，敢有你有去有补到无？无啊，补到里里落落啊。愈补愈大缸啊！啊，这些痛苦的假象，那我们要给它摒除啊！相续假，叫我结婚我就结婚呢、啊，叫我生小孩子就生小孩子啊！啊，像我爸爸对不对？你要结婚啊，我们家没有后了，成家无后了。我爸爸也是单传了、啊，我也是单传了、啊。啊，我才不管那么多嘞！啊，我如果管那么多，你大家就不会看到我了啊！啊，我
那我这些朋友啊，我这些同学啊，啊，他们都结婚了，他的小孩子都十几岁了，都读国中了啦。啊，我如果结婚，我嘛拍命啊！啊，我如果结婚，没有万灯可以点啊，对不对？我如果结婚，没有日日放生的啦。所以我要珍惜，珍惜我现在。啊，学佛的助缘，珍惜我现在跟佛菩萨相处的缘分。啊，所以我日日发愿。啊，日日发愿要利益众生，日日发愿跟佛菩萨学。啊，那这样子，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意义？有没有？非常的有意义啊！对待假，对待假，我们也要破除。什么叫做对待？男人、女人，善恶，太阳，啊，月亮，白天黑暗，这是我们透过眼睛看到的，我们会去分别。但是这些毕竟还是假象的。啊，所以各位今天受八关斋戒，那我就要告诉你，善恶。我们要超越，怎么样超越善恶？你如果没有超越善恶，那你今天做的功德，你回向，那你会只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还是在这三界六道轮回当中？啊，你听好不好？那怎么超越？给我念：回向众生，回向成佛之良，回向极乐世界，回向菩提之良。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。啊，你怎样不？啊，比方说你现在没有钱。我希望下辈子更有钱，下辈子更有钱，你还会生病啊？你有钱要干嘛？啊，我们要把这个真相看清楚啊！所以学佛的基础是内心的平静，内心要先平静。遇到什么事来的时候，放下，放下什么？不要抱怨，不要批评，放下，心就平静了。那放下要干嘛？要忏悔啊！好好好坏坏都是我们造成的啊！那忏悔，忏悔还要什么？忏悔还要感恩啊！师父，忏悔还要感恩，为什么不感恩？你知道佛法，你知道忏悔，你知道消业障，那要感恩谁？感恩佛陀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苦可以灭啦，要不要感恩啊？你还会念佛，你还会吃素，你还会受八关斋戒，要不要感恩啊？要啊！有些人不知道啊，我学佛了还这么苦。啊，那你没有感恩，那你会更苦。我学佛还这么苦啊！你不知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！反正好事多做一点，反正持戒多受一点，慢慢的你会发现不一样就不一样。你们自己去思维啊！所以这个苦消了很多的业障，这个苦重业轻报了。第七个，圣道正气故，人是福田。啊，人是最殊胜的工具，这些宫庙啊，啊，乩童啊，啊，他们要办事啊，啊，他们都要藉由这个人身啊，对不对？藉由人身来修功德，啊，你看，我们不用啊，啊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利益众生啊。今天各位是不是医生啊？是不是？不杀生戒，各位今天是大医生啊。啊，今天各位有没有很有钱啊？今天各位是大富长者子，不偷盗窃啊，所以有八个力量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啊。所以第八个，聪慧业所生故，有聪明也有智慧，那就知道怎么累积福报了，那就知道怎么修诸功德了，那就知道怎么帮助众生了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体三面的啊，所以各位受八关斋戒，首先要想到的福报的累积，第二个功德的增上，第三个真实的帮助众生，三积等见，这个是我们要去思维的。所以大家翻开八关斋戒，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